아. 你上哪儿了？哎呀，猴哥，我正找你呢。那妖怪呢？妖怪，妖怪在这儿呢。哦，狐狸精。就是啊，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啊？走，咱们找寿星老去。哎，走，找那寿星老去。哎，国王。哎，你瞧瞧，你看看，你看，这是你的美后。你看，你看看，你这是什么？这就是你那个美后。这是真的啊？这还有假？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。对对对，刚一样。瞧瞧瞧，老丈人也来了。老丈人？你老丈人。来来，走吧，快走啊！走啊！看着。你看见了没有啊？仙翁，贫僧有礼了。小仙有礼了。快过来，过来！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！你瞧瞧。这不是一头鹿吗？他是我的姨父坐骑。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。大圣，告辞了。慢着，慢着。我说国王，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？啊，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！哦，寿星老，你还舍不得，赶快给他，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。大圣，这仙丹我没有带着。哦，我只带了三个枣。拿来。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。拿来拿来，那就送给你吧。多谢仙翁。拿着拿着。好了，趁我的。谢谢了。老头也给我一个吃。没有了，改日我送你几斤。仙翁慢走。哼，小气小气鬼你。哼。我们的儿子哪去了啊？哎呦，我们也这儿快到了，我到了。哎呦，你看，走，猴哥这边。师傅，你瞧。哎，这是哪儿啊？躲开，躲开，师傅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高僧，这里是慈云寺。哦，啊，师父，我们到了慈云寺了。啊，师父是逢山拜庙，遇寺参佛，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，打个斋呀。对，好好好，既然到了慈云寺，我们就该进去参拜。走，是啊，走，走。哎，你在这等着啊！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！哎，好，等等等等，哎，还好。啊，请请请，哎，请，请，八戒，这做的真好，八戒，请师傅，你看，贫僧没有走过，不敢妄言呐。
啊、哦，师傅，师傅，你别再问了，我老猪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你说这八戒，八戒，啊，我这个徒弟食量大，经不住饿，请长老不要见怪。哎，高僧不必拘礼，请僧堂用斋。贫僧一路行来，见处处张灯结彩，敢问长老，今日是什么日子啊？啊，今日是正月十三，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。贫僧一路爬山涉水，行程万里，把日子都给忘了，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！啊，每年上元佳节，到处张灯结彩，彻夜笙箫，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，至今不衰呀！啊，八戒，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，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！唐长老，且宽住两日，到得元宵佳节，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。好啊，请请，快走！哎，那蚊子，八戒，关灯去了，起来。啊，我睡觉了。哦，开斋了，不吃就没了。啊，开斋？啊？哪开斋了？走走走。啊，师傅，请这边。哎哎哎！啊，二弟，这边，哎呀，二师兄，过去，这边好，师傅在哪？来，二师兄，二师兄，哎呀，长老，我们进去看看哈。哎呀，长老。八戒，八戒，大师兄，沙师弟，走吧，师傅叫你们呢，走吧。贫僧唐玄奘参拜佛爷。二位师父，请吃斋饭吧。嗯，沙师弟，饭来了，吃饭吧。啊啊！哎，师父不知去向，大师兄不见踪影，吃什么饭呢？哼，哎，你不吃啊？嗯，我吃。八戒。嗯啊。大师兄回来了，师傅呢？还师傅呢？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不争气的家伙，为了找你们，师傅才被妖精捉走的。哼！大师兄，我怎么知道？西天路上元宵灯会怎么会出妖精？你还狡辩，看我不剁死你的猪脚！大师兄，哼，二师兄，二师兄快，来。猴哥，嗯，你先吃点东西，然后咱们三个人去找师傅。你看，去啊！哼，吃吃吃，你就知道吃。哼！啊！哎呀！嗨！大师兄，你别生气了，都怪我们哥俩疏忽，没有看好师傅。你别生气了，先喝口水啊。你说的好听，师父步步该灾，处处有难，你们不是不知道，多少应该防备着点。你倒是防备了，师父还是被捉去了。嗯，什么？二师兄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
都怪你贪玩，你还怪我，你不也去了吗？我是你什么？你叫我？哎呀，我说不去，你非要别吵了，你烦死了。